长长。久久流浪的河口，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这难以接受。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为何求生净土中，娑婆沉浮难相逢。所以在本师佛陀的一代十教当中啊，无量寿经是极为奇特的一个法。在无量寿经中，又以阿弥陀佛的本愿海为极奇特的一个真上因，所以古来祖师就说，一句阿弥陀佛即是无上深妙禅，一句阿弥陀佛啊，就是能够即身成佛的无上密。我们学习无量寿经，佛陀为我们做大证明主啊，佛陀亲自来给我们推荐。佛陀平时很少这样子来赞叹自己啊，说自己的境界的，为了我们能够对极乐世界啊升起信心啊，佛陀亲自都佛陀境界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啊？我这里想一个很简单的啊，这个我估计简单的我们都听得懂。为何求生净土中，娑婆沉浮难相逢，过现父母恩深重，夫妻子女爱缠缚，一夕才断愁业报，后生忘却前生因，轮回途中不认己，亲人也成陌路人，如此颠倒实堪伤，生极乐国无此病。就是啊，你说你对爸爸妈妈爱不爱呀？哎，
但这一生的爸爸妈妈，你能报得了他的恩情吗？生生世世的父母恩情如何得报啊？夫妻子女啊，那个爱的那么缠绵，甚至有时候都爱恨交加。有时候你先生看别的女的一眼，你都气得不得了，但是日子过就过得就没感觉了，过得麻木掉了。曾经的海誓山盟不知道忘到哪里去了，别说死了，这辈子就是这样。那个子女对子女也是，哦，简直是自己的心头肉啊。但是这个人很奇怪的，这个一死啊，一息才断，呼吸刚断掉，马上就往前赶路了，业报就成熟了。哪怕这个49天好了，当这个新的业成熟的时候，前面的事就开始忘掉了，遗忘了。啊，遗忘速度之快呀！哎，死了没多久，家门也不认识了。有一些人不要说死了，活着的时候病床前就问你是谁呀？我女儿就伤心死了，女儿也不认识了。你是谁呀？看朦胧的眼睛，啊，有时候还没死呢，就已经忘了。啊，所以一夕才断愁夜报，后生忘却前生因。所以轮回途中不认己呀，下世投胎做什么还认得这一世吗？请问你们还想得起前世是什么吗？想不起来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所以更不要说亲人了。亲人下一辈子亲人纵使相遇都不认识的，这就是我们要去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原因啊。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请问到极乐世界你能不能知道前身你的是什么？阿弥陀佛的大愿里有没有说，有没有宿命？有没有宿命通？生生世世你都知道，你现在不知道，到极乐世界你生生世世啊，百千万亿世你的前世都知道了。到了极乐世界，你百千万亿世的父母亲你都知道了。当我成佛时，愿我佛国净土中的众生皆得宿命通，了知过去、现在、未来无量劫发生的所有事情，愿皆得天眼通，见闻十方无量佛土，愿得天耳通，听闻十方无量诸佛说法，愿得他心通，了知十方无量佛土中众生的心念，愿得神足通，于起念一刹那即超越千万亿佛土，能成佛神力，周游无量佛国，供养诸佛。若不能实现这一誓愿，我终不成佛。现在我们坐在这里，你的前后左右就是你过去世的父母，你现在遇到也不认识了，哎，还喊师兄师兄，这师兄就是你爸。所以你看这个轮回如此颠倒，是看上啊。如果生了极乐世界之后，有没有这些过患啊？没有这个过患了，不但能知道自己的生生世世，也能知道自己生生世的父母，也能知道无量轮回的爱人子女在哪里呀。而且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就犹如不退转菩萨一样的，不仅仅是长得好看啊，紫磨真金色32相，最主要你是有救众生的能力了，你可以帮助你的无量劫的父母，无量劫以来的爱人子女。为何求生净土中？为什么要去？所有我们
恩深重的人和爱残福的人啊，甚至也能够去偿还业报，也能够去啊化消冤结，你都有本钱呢、啊。你现在有什么本钱？轮回路上你有什么本钱啊？报恩报不了，哎，解冤解不掉，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还认识父母呢。所以这样子的轮回过患，只要我们趁佛愿力往生到净土，就全部解决了。所以阿弥陀佛叫阿伽陀药，阿伽陀药啊，是印度的一种药，这个药只要你得到，什么病都治，万病总治，忧郁症、躁郁症、癌症，无论什么病，只要吃了这个阿伽陀药，就马上得到痊愈。我们轮回的这个大病啊，就我们求愿往生极乐世界才能够得度，才能够得救啊。所以生极乐国无此病。不仅仅说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诸上善人都是谁呀？到了极乐世界，请问跟自己的过去父母团聚在极乐世界好不好？跟自己生生世世的有缘人团聚在一起啊，然后大家一起修行，一起进步，一起成就，一起捧着花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一起在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座下闻法，无有诸苦，但受诸乐，一起享受着分享着这种快乐，一起分享着那种甚深的法喜禅悦。不管是十方诸刹土去供养佛，还是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啊，都能与一念情大做佛事啊，利益无量啊，供养无量，想一生成佛就一生成佛，哎，想多度一些众生，众生度尽方成菩提，你就有资格众生度尽方成菩提。你现在哪里有资格？哎，你现在啥也没资格，做好事没资格，做坏事也没资格，做坏事也要有资格的，知道吧？哎呦，这做坏事，你做坏事要有能力的呀。甚至做坏事也要想，也要有福报的，没福报做坏事的资格没有。所以地藏经里地藏菩萨在说，哎呀，你怎么走在这个轮回的路上呀？你有什么资格在这个轮回的路上走呀？这个轮回的路啊，诸恶充满。所以这个顺口溜啊，我们再念一遍啊，为何求生净土中？娑婆沉浮难相逢。娑婆沉浮难相逢。过现父母恩深重。过现父母恩深重。夫妻子女爱残福。一夕才断愁业报，一夕才断愁业报。后生忘却前生因，后生忘却前生因。轮回途中不认己，轮回途中不认己。亲人也成陌路人，亲人也成陌路人。如此颠倒实堪伤，如此颠倒实堪伤。生极乐国无此病，生极乐国无此病。就是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的啊，一种非常真实的一种啊，非常真实的。我们就现在想想，前世是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了，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啊，我们就是跟阿弥陀佛之间的这个协议有效。你跟自己家里的那，你说，哦，跟自己老公或者是跟自己老婆说，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哦，你说了算不算？不算的呀。老爸儿子好嘞，在轮回路上都不肯剃寿啊，业力成熟的时候不肯剃寿的，各有各的业报。下面我们就是啊，受八关斋戒，我们要想，我们就如佛陀座下的阿罗汉一样啊，能得出家清净。所以八关斋戒啊，也是像短期出家一样的。这次法会我们就观想自己就变成出家人了，告别轮回，能够求得解脱三界，如圣者阿罗汉般不染世缘，关闭一切恶趣之门，一日一夜不杀生，是优婆塞优婆夷八关斋戒不杀生戒。如能持否？第二，一日一夜不偷盗，是优婆塞优婆夷八关斋戒不偷盗戒。如能持否？一日一夜不淫欲，是优婆塞优婆夷八关斋戒不淫欲戒。如能持否？一日一夜不妄语，是优婆塞优婆夷八关斋戒不妄语戒。如能持否？一日一夜不饮酒，不抽烟，不吸毒，不吃葱蒜，是优婆塞优婆夷八关斋戒不饮酒戒。如能持否？第六，一日一夜不坐卧高广大床，不涂着香花幔，是优婆塞优婆夷八关斋戒不坐卧高广大床戒。如能持否？第七，一日一夜不顾往观听，不歌舞长记，是优婆塞优婆夷八关斋戒不顾往观听戒。如能持否？第八，一日一夜不非时时，是优婆塞优婆夷八关斋戒不非时时戒。如能持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初期学佛的时候啊，我念这个四弘誓愿，自己就问自己，哎呀，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哎，我就在想了，这个众生既然无边，你怎么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烦恼既然无尽怎么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既然无量怎么学呀？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怎么成？以前我老问自己啊，自己跟自己钻牛角尖啊。现在我们学了这无量寿经，有没有点轮廓呀？大家想，众生无边怎么度？誓愿度。请问，如果你到了极乐世界，你是极乐世界的人，众生无边能不能度？
哎，你到了极乐世界，寿命也长，本事也大，对不对？烦恼无尽，能不能断？哎，到了极乐世界，烦恼在哪呢？烦恼找不到了，哎，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轮回的世界，哎呦，烦恼好多呀，无处下手，斩不断，理还乱，一理一大堆，越理越多，对不对？到了极乐世界，你找烦恼还有没有啊？哎，所以烦恼无尽，哎，到了极乐世界，断都不用断就没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到了极乐世界，请问众生再多，对你来说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能力？哎，不在话下。我们娑婆世界，不要说众生，众生里面的冤家了，就众生里面的你的亲人好了，你爸爸妈妈对你多爱一点，你有时候都受不了呀。哎，你妈对你爱的多一点，你都烦死了，啊，都消化不掉，对不对？到了极乐世界，什么样子的众生你都能够面对的。佛道无上誓愿成，到了极乐世界是不是变得很现实？是不是？佛道再旷远，佛道再难成，到了极乐世界都不在话下了。你在阿弥陀佛加持下，你享受的都是阿弥陀佛赐予的正报和依报，诸大菩萨们在一起，要想成佛指日可待，虽然说九劫，但是到了极乐世界这都不成问题。所以昨天我们啊着重的啊跟大家对十八愿上啊我们就是分析了一下。所以在本师佛陀的啊一代十教当中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极为奇特的一个法门。在无量寿经中，又以阿弥陀佛的本愿海为极奇特的一个真上因啊，我们修行的真上缘。在阿弥陀佛的本愿海中，又以第十八愿是极为奇特的。当我成佛时，十方世界众生以至诚之心相信喜爱并渴望转生我的佛国，乃至只有十念一刻，除了那些犯忤逆重罪和诽谤佛法的人之外，若众生如此而不得往生，我终不成佛。阿弥陀佛的愿海一乘悲愿，是指普摄一切凡圣有情皆能够在一生中成佛的。所以古来祖师就说，一句阿弥陀佛即是无上深妙禅，一句阿弥陀佛啊，就是能够即生成佛的无上密。我们在娑婆世界有时候还老是商量的，哎呦，我们娑婆世界一生成佛到底是真的吗？疑惑来疑惑去。请问如果你到了极乐世界一生成佛，你还会疑惑吗？是生那个生命的生一生成佛，还是身体的生一生成佛？哎，都可以，对不对？哎，一生一生皆成佛，对不对？在我们娑婆世界一生你也怀疑这一生能成佛吗？然后更加这个身体的身，这一生这个肉体就能肉体转凡胎成圣贤吗？哎呦，这个更是怀疑。到了极乐世界，不管是这个生命的身还是身体的身，都不在话下，都不会怀疑的，决定的一生可以成佛，决定的此生即能成佛。当我成佛时，
所有往生我佛国的众生，最终一定能达到一生补处的候补佛位，除非他本人发愿自在而化，为救度一切众生，披弘誓铠，积累功德，行菩萨道，供养十方诸佛如来，教化众生觉悟正道，修习普贤横愿之德。若不能实现这一誓愿，我终不成佛。有一个那个以前啊，这个他以前也是出家的啊，在以前在那个关中寺也学习过的啊，后来文革的时候虽然还俗了，但是他有教理的功底啊，他供养师父一副对联，我就通过这副对联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不错，虽然他还俗了，显现的是个在家人，但是他这个教理啊，他啊，我还是很敬佩的。他就用我师父的这个法名的法名做了一副对联，我师父就上悟下道嘛，悟为众生皆可度，道是无边真上缘。哎，我们大家听经闻法开智慧的时候，能不能觉悟到自己的佛性啊？就是这个佛性，就是成佛的种子啊，所以可以成佛，就是这个佛性可以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们讲无缝连接啊，不需要坐火箭，一念即生。他把我师父的那个法名的道啊，悟道的道，道是无边真上缘。那我们这个净土法门里面就是什么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是不是我们修行的真上缘啊？我们凭什么去极乐世界啊？是不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殊胜愿力啊？哎，我们从十八愿读啊，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出污逆，诽谤正法。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应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执众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过罪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尘满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弘誓铠，积累德本，度脱一切，游诸佛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使立无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请，不能遍至无数无量以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诸所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
一切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待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色高400万里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奉诵持说，而不得佛才智慧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土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是奇妙，超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如是，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出其身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闻我名字不得菩萨无生法忍，诸生总持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要，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受终之后，复为女相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常修梵行，至成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作礼，欢喜信要，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因法妙福，自然在身，有求才逢导染幻浊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天人所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遇见十方无量严禁佛土，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见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诸根缺漏不具足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逮得清净解脱三昧，住持三昧，一发一请，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生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欢喜踊跃修菩萨行，具足得本，若不尔者，
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悉逮得菩等三昧，住世三昧，至于成佛，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其志愿所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及得志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于诸佛法不能及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觉。生生世世的父母恩情如何得报啊？夫妻子女爱得那么缠绵，甚至有时候都爱恨交加，但是日子过过过过就过得就没感觉了。但是这个人很奇怪的，一息才断，马上就往前赶路了，业报就成熟了。当这个新的业成熟的时候，前面的事就开始忘了。下世投胎做什么还认得这一世吗？请问你们还想得起前世是什么吗？下一辈子亲人纵使相遇都不认识的，这就是我们要去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因。到了极乐世界，你百千万亿世的父母亲你都知道了。见其人前者，不取正觉。你往生不往生有什么现象呢？阿弥陀佛与大菩萨亲自来接啊，大势至菩萨捧着金刚台，阿弥陀佛佛号在我们耳边，如果听到这个名号去思维他的德，这个才是名听名号啊。花开无
现如来。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蜘蛛的启示。你妻子的病的确有些棘手，不过我相信她吃下这些药会好起来的。谢谢。蜘蛛，医生，这副药需要蜘蛛十只。是的，这副药如果用蜘蛛做药引子的话，效果会更好的。爸，抓蜘蛛的任务就交给我好了。你去哪里找蜘蛛啊？村子里那栋没人住的老房子里就有，我去那里抓。小羊，你小心一点呐。放心吧，我会找好朋友小虎一起去的。在村庄里有一个无人居住的老房子，小羊和同伴们经常去里面探险，那里到处都是蜘蛛网，小羊相信去那里一定能抓到蜘蛛的。小羊，用蜘蛛真的能治好你妈妈的病吗？医生是这样说的，不管真假，先抓到再说。嗯，那我们多抓一些。咦，这里面蜘蛛网不少，可是上面怎么连一只蜘蛛都没有呢？是啊，那些蜘蛛都跑去哪里呢？难道说他们都离开这里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前几天我们来这里的时候还看到不少呢，我看这些蜘蛛就像是知道我们要来抓他们，所以都躲起来了。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可能那么聪明啊？太棒了，你看那里有一只。小羊，别用手抓它，小心被咬到，用棍子把它夹住。嗯，你说的对。说着他捡起两根小树枝做筷子状，朝那只大蜘蛛夹去。突然蜘蛛网竟然剧烈晃动了几下，接着几只小蜘蛛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然后朝着周围四下跑走。哎呀，怎么还有这么多小蜘蛛？不管他们，先抓住这只大的再说。就在小羊去抓那只大蜘蛛时，
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只大蜘蛛不但没有逃走，反倒回转身来，翘起上身瞪视着他，摆出一副战备状态。小羊，小心别被它咬到啊！这只蜘蛛竟然摆出战斗的样子，它难道还能打赢我们？来啊，蜘蛛，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那只蜘蛛左等右撞着小羊手中的树棍，极其顽强。我从来没看到过敢和人类对抗的蜘蛛，它究竟是哪里来的勇气啊？可不是嘛，一般的蜘蛛见到人类都会逃之夭夭的，它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呢？说话间，那只蜘蛛突然转过身，然后迅速地朝屋顶方向爬去。小羊一愣，它朝屋顶看去，只见屋顶上方的蜘蛛网上，刚才那几只小蜘蛛正趴在那里。它恍然大悟，我明白了，那只大蜘蛛刚才之所以敢和我们对抗，那是因为那些小蜘蛛还没有安全逃离，为了自己孩子们的安全，它毫无畏惧地对抗着我们。小羊，它要跑掉了，快抓住它！然而小羊并没有这样做，它看着这只蜘蛛飞快地跑到屋顶的蜘蛛网那里。小蜘蛛们看到母亲跑来后，纷纷围了上来。算了，我要是把它抓走的话，那些小蜘蛛会很伤心的，我不能这样做。那你妈妈的病要怎么办呢？我爱我的妈妈，那些小蜘蛛也爱他们的妈妈，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妈妈而伤害他们的妈妈，我不能这样做。最终，小羊空着手回到了家，他一只蜘蛛都没有抓。妈妈，对不起，我没有抓到蜘蛛。沮丧的小羊一五一十地将今天在那栋老屋子里的经历讲了出来。妈妈，我不忍心伤害那只蜘蛛妈妈。小羊，不要难过，医生说了，这药不用蜘蛛做药引的话，也有效果的。啊，真的吗？是啊，小羊，你今天做得对，天底下的父母爱孩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伤害母亲，你说是吧？是的，妈妈。当我看到那只大蜘蛛不顾一切地对抗我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对它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这就是母亲的伟大，即便眼前的危险再大，她不会害怕，更不能畏惧，因为她要保护她的孩子们。是的，当时我就是想到了小时候被一只狗追的时候，妈妈你冲过来不顾一切地挡住它。要知道平时你也是很怕狗的，但那时候你却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所以说动物和我们人类的情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从动物身上也能学到很多宝贵经验的。是吗？难道还有人从蜘蛛身上学到什么吗？当然了，我给你讲一个将军和蜘蛛的故事吧。好啊好啊。这个故事发生在欧洲，有一位国王带领他的军队横扫整个欧洲战场，他迫使其余欧洲国家结成同盟，共同对付那位国王，而那位将军就是同盟军的总指挥。将军，你看他们来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取胜。是啊，自从我们同盟军组成以后，和他们作战多次，可每次都失败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一雪前耻。没错，这场决战我们必胜。这位将军在国王的军队面前屡败屡战，他希望能在这场决战中一雪前耻，然而同盟军再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战一次输一次，那个长柏将军竟然还想跟我决战，真是太不自量力了。没错，他就是个草包将军，怎么能战胜我们英明的国王呢？这一次我们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传我的命令，抓到那个将军后一定要带到我面前，我倒要看看他哪来的胆量敢和我对抗。经过这次战役后，同盟国仍是惨败，那位将军在副官的保护下杀出一条血路，冲破包围逃了出来。将军，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今晚就去前面那栋房子里避一避吧。将军精神不振的也没回话，
他只是机械式的跟随着副官朝那破旧屋子走去。将军，这里避风，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明天等雨停了我们再赶回去。哎，又失败了，自从和他们交手我连败数次，这让我还有什么面子回去面对大家呢？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可别往心里去啊，好好休息一下吧，我们明天还要赶路呢。将军听后依旧表情麻木，他靠着墙角缓缓坐下，然后闭上了眼睛。夜色下的破屋，将军和副官在屋内靠着墙打着盹，屋外一道闪电划破黑夜，一场场战斗画面出现在将军脑海里。坐在墙角的将军一下子惊醒，他看了看窗外，风吹的雨啪啪地打在墙上。屡战屡败，那么多士兵因我而丧命，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啊？说着，他沮丧地将一条绳子挂在了房梁上，然后准备悬梁自尽。就在这时候，将军突然发现一只蜘蛛正在角落里结网，也许是丝线太柔嫩，刚刚拉到墙角一边的丝线经风一吹便断了，蜘蛛又重新忙了起来，但新的网还是没有结成，风又一次将丝线吹断。蜘蛛啊，不要白费力气了，已经失败那么多次了，何必还要坚持呢？我又何尝不是像这只蜘蛛一样呢，每一次都失败。蜘蛛啊，放弃吧，否则你会像我一样，最终的结果只有惨败。又失败了吧，蜘蛛啊，别费心思了，你是不会成功的。蜘蛛啊，你已经失败六次了，该放弃了吧。然而那蜘蛛并没有放弃，它仍旧在原处不慌不忙地吐出丝来，然后朝另一边爬去。第七次，蜘蛛网终于结成了。了不起，真是太了不起了，一只小小的蜘蛛都这样永不放弃，越挫越勇，我还有什么理由放弃希望呢？这时候副官醒来，他一眼看到了将军正站在那里，而面前悬挂着一根绳子。将军，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放心吧，我没事的。将军，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我说了，我已经想开了。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吧，我得回去调集军队，下一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嗯，好的，我们这就上路。准备离去的将军临走时看了一眼蜘蛛网上的那只蜘蛛，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和副官离开了那栋屋子。就这样，那位将军走出了悲痛与失败的阴影，他奋勇而起，激励士气，迅速集结被冲垮的部队，终于在接下来的一战打败敌军国王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多亏了那只蜘蛛，如果没有它的话，那这位将军搞不好就自寻短见了呢。没错，所以说是蜘蛛救了他，蜘蛛不但救了他的命，还给予他信心，所以最后才会战败国王的军队，赢得最后的胜利。看来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跟动物们学到很多东西啊。当然了，我们和动物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生命，原本就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关爱。小鸭，你今天没有伤害那只伟大的蜘蛛妈妈，我很欣慰。我相信你的这份爱心会让我的病很快就好起来的。我相信会的。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
请同学翻到佛法概要的课本第61页，简体版在第22页。那在前面提到佛成道之后开始初转法轮度化众生，那第一次度化了五比丘，那接下来呢是度化耶舍等51个人，还有三迦舍等1000人，还有度舍利弗目犍连等200人。那这三个加起来大概就是佛的常随众1250人。那这个说法呢，人数的说法各个版本呢有异说的不同，那我们就随顺于这本课本它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在前面讲到说佛第一次说法，那度了五比丘在鹿野苑，课本里面也有提到说，相传在佛的本身，佛他为了度化众生，他化作一个叫做善鹿王。那有善鹿王也有一位叫恶鹿王。那恶鹿王也就是提婆达多，那他们各带领500只鹿。那他们国家呢有一个国王，他要吃鹿肉。那后来呢他们善鹿王跟恶鹿王协调，每天供养一只鹿给国王吃。那后来轮到恶鹿王要供养鹿，但是轮到的这只鹿呢是母鹿就是他已经有这个小鹿要生这个小鹿了。后来这个母鹿呢就去跟恶鹿王提婆达多告诉他可不可以晚几天去给国王这个受用。那这个提婆达多呢没有接受这只母鹿因为善鹿王跟恶鹿王呢他们相约每天供养一只鹿给国王。那后来呢这个善鹿王也就是悉达多太子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呢的本身呢他是善鹿王，后来他就代替这只母鹿去给国王。那后来国王知道说这个前后因缘，后来他就发心吃素，不再杀害这只鹿。所以在初转法轮他讲到鹿野苑养了在当时呢古代的时候养了很多的鹿。那第二次的说法呢他度了耶舍等51个人。那